有的礼物要送九爷。这个给我机会，包括九年老师给我机会。李光达老师呢，算是在演艺圈，这个尤其是电视界，算是一位时尚先生，因为他带领了一些潮流，带领了我们别人不敢拍的，我们拍了，而且还有这么好的收视率，当然也是所有在座的每一位的辛勤贡献。而且真的有如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就好像一家人一样，那种团结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九年经过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往年跟大家都合作在一起，然后我们尽我们所能把这个他所写出来的他所描绘的一些东西能够尽量把它表现出来，包括在他书里面或者是剧本里面，对于社会去负的一些责任，而不是我们什么，好像就是这个戏是一个闹剧，其实里面他很丰富，负了很多很多的责任在里面，对于社会的意义也很大，所以恭喜你，祝福你。大麦一定要带回去啊！谢谢。猪。